欢迎感觉在中秋节进行，特别邀请乐团甲多位乐师来举办一场中秋音乐会，要甲受奖人做回来动土。虽然刚刚内面的受奖人无法度登记处理甲亲人团聚过节，不过透过音乐的欣赏，也会当互因的心灵得到平静，希望会当早一日出阁，重新进入社会，甲亲人团圆。中秋节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踮伫婚姻讲堂内面欢庆解决的收场人，虽然无法度登记厝甲亲人做伴，不过甲方是特别用心举办中秋音乐会，互因伫遮也当感受过节气氛。很多关心我们的这些社会的这样的公益人士，今天也都莅临本间，我想也是把这些社会对我们送人的这样的温暖的关怀的心灵来传达给我们送人知道。同时我也是期许我们众人能够感受到社会这样的心力，能够在我们间内好好来服行。一首接一首的音乐演奏，让坐在台下的贵宾和受众人都听到入迷，会专工邀请乐团来举办音乐会，目的就是希望用轻松的音乐净化大家心灵，鼓励受众人别怕失败，勇敢站起来，以后能够顺利的过完，好，那不要再回头就是了。好，那这我们云林地检署也是希望说，在这个佳节那个中秋月圆的时候啊，希望这些受刑人能够把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真正的把它想清楚。徐荣仁虽然阁无法度重返社会，不过每次家姐的来到，也拢有真侪人是特别关怀因，可以抚慰他们思念家里的心情。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时间哦，未来他们回到社会之后呢，在这监狱所里面所学习的，然后所接触的，都可以成为他们良性的力量，然后良性的动力。徐荣宁虽然够有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但是因也积极面对错误，改过自新，争取出个机会，相信真紧就会当甲亲人团圆，欣赏每一年的月圆。记者林伟创报道。